张龙、赵虎一直保护着我，也挺辛苦的。要不然，给他们俩盛碗鸡蛋汤，尝一碗。龙龙，龙龙，哦吼，我要浇水啊！哎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哎呀，这还差不多，都没被我发现啊。那是，我们俩可不是吃干饭的。这是我媳妇熬的鸡蛋汤，温暖牌的，要不要喝？哎，我正好口渴。哎，我先喝。哎，哎呀，小点口，小点口，给我留点儿，好不好喝？嗯，好喝。对方有多少人？二十几个捕快而已，不在话下。带头的是谁？张龙、赵虎。原来是这两个废物，哼，多幸不在话下。我靠，你干啥呢？拍岛国片呢？你这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。官人，我要。你要啥要啊？哎，我让你扶着老娘一块儿去的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娘她非要一个人去吗？你，我，官人，我要，我要。要什么呀？坏人马上就要来了，你能不能等我有心情的时候再要啊？老娘等不及了。快点！不要这样。你快点。你快点。哎，什么情况？虎虎，别动！虎虎，大哥，他们就算有什么事儿，也不要紧了，啊，是吗？虎虎，你没事吧？好热。啊！怎么那么热？啊，好热！啊，好热，好凉啊！热死我了！白玄总，白大人到！老爷，说什么嘛？眼下这个事，我跟你说啊，千总大人，宋大人，我女儿的案子怎样了？恋爱，尸骨未寒。你说什么？白大人，你看，恩爱命案一事，下官一定要给你一个交代。可眼下这火烧眉毛的，你说我女儿，哎，我女儿这事儿，你还没给我交代呢！你这是屁话！你看着办吧。放下去！你老金俩，老金俩，老金，进不去。